天凉了，小伙伴们，东北都下雪了，所以说咱们应个景，今天吃火锅。这个芝麻酱老香了。里边放了好多牛肉和羊肉，这个芝麻酱我里边就加了点韭菜花，然后还有生抽，你不用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因为它这个料很香，因为这个芝麻酱很香。蘸点麻酱，看看，这肉是自己买的，然后让那个老板切的片儿。芝麻酱就拍这个芝麻花生混合酱啊，这一款是最好吃的，我们家这一瓶就快吃完了。姐妹们，这个东西一年没卖了，终于有货了啊！一包是五个，吃着到的。烤的时候顺便我又烤了一份牛肉。牛肉快吃完了。最近都超爱烤肉，看它多大啊，跟我脸一样。肉很多啊，这一坨全是肉。两口了，我都没吃肉，米饭。里边包的是糯米饭，小孩早上起来上学做个早餐，上班族就做早餐特别方便。
包是五个，拍两大包会更合适。再来木瓜丝加在里边。在外边买了一个死龟死龟，用椒麻鸡爪的汤炖的土豆麻椒鸡爪，我感觉这个加热更好吃。他们活动快结束了啊，送半斤鸡拐骨，味道是一样的。我估计他家下次再做活动都要年底了。如果家里边有那个粉丝的话，加点粉丝更好吃。刘齿香的贡菜肉肠，
我最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贡菜了。